带大家跟你们介绍一场我觉得超棒的比赛。我现在在台北田径场，今天刚好是12月份的比赛。那这场比赛呢是5000公尺测验赛，是台北市独有的。那今年度每个月都有一场，今天刚好是最后一场，而且是圣诞企划哦。这场比赛呢，我非常推荐给你们，因为这场比赛其实整场赛事虽然很高，包括它的志工，还有它的补给、计圈员，甚至是到最后的摄影师，都会帮你拍出非常漂亮的照片。重点是全程免费。就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到底有多优质吧。这场比赛呢是由台北市的北大长跑所主办，从87年至今已经举办超过了88场的比赛。这场免费赛事呢，比赛当中的所有支出也都由北大长跑自掏腰包所来举办。5000跑得好，全马没有烦恼。这意味着，如果你5公里跑得非常好的话，对于你的全马训练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哦。赛事也非常高规格的备有计圈志工，并且在你跑到最后一圈的时候，会有摇铃手通知你最后一圈喽。这场比赛在2018年中每一个月都举办了一场，所以总共举办了12场。赛事也在每个月会有单次的主题人物来担任配速员或者是代言人。透过这样的活动，也让市民跑者跟运动员之间有更好的连结。场中的志工也大多是曾经参赛过5000公里测验赛的学员，大家也都无私的运用自己的时间担任志工来回馈这场比赛。比赛也备有专业的摄影师，在完赛后，除了完赛证明之外，也都有精美的完赛礼哦。